何方储备？还不快滚出来！小主公面目，果然废了你的手脚。黑煞化刃，眼下情况不是这次来，没空跟你纠缠。臣服，我去死！梵天金刚诀，原来你和那宇文真是一伙的，师父来之前就把你解决了。师兄弟自相残杀，成何体统？